今天我们要来玩动物森友会，哇，礼拜六了，久违了。为什么这个时间会做直播呢？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我的画面上面的村民吗？每一个人手一只捕虫网啊。没错，今天就是动物森友会的捕虫大会。听说龙克斯会在服务处大驾，就等我们的大驾光临。哇，太热闹了。没想到所有的村民都在外面，我想今天应该可以看到所有的村民吧，好期待哦！我们待会就进去里面捕虫吧，捕虫。然后我私底下啊，为了这个捕虫大会，已经把整个岛上面播种了很多的树。还有一些花之类的，就是要让这个捕虫大会有很多很多的昆虫会生成。我们赶快开始吧。Hello JC 投降啊！没想到你是第一个来看我捕虫大会的影片。然后我已经私底下准备好很多很多很多的捕虫网，我们先把一些材料收集起来，待会就要来参加龙克斯的捕虫大会啊，超级期待的啊！先把东西收一收呗。大家也都在捕虫了吗？我先把水果收起来。待会就要来参加这个刺激的捕虫大赛，哇，超级紧张的，不晓得捕虫大赛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我只好先准备一个捕虫网。哎，等一下，按错，按成装饰。走了走了，我们去找龙克斯 马上就要来捕虫。Hello, Mickey。早安啊，早安，应该是午安，午安啊，午安。走了走了，我们来找龙克斯。太平，你在做什么？卡赞琳，我看我是真的百分之二国籍，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战果连连，你已经抓到昆虫了吗？我知道晚上6点大会结束以前都会努力抓虫的。哇，我的天哪！既然说今天是抓虫大会，大家都在抓虫，该不会从今以后我的村里每个人家里都人手一堆虫的装饰吧？天哪天哪！卡达尼，你身为我的好对手，就跟我一起追求更高的目标吧。看看，有些人不喜欢在那个。村民的家看见鱼啊，或是昆虫这一类的东西，没想到今天大家都在抓虫，我想应该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吧。嘿，捕虫大会正在举办哦，跟夏天独有的充满活力的虫子亲密接触，真令人期待呀、啊！捕虫大会的规则很简单，只要在限定的时间3分钟内，尽量多抓些虫子就行。3分钟？卡蛋会开导吗？因为朋友都可以算分，好啊好，我待会开导，我会根据抓到虫子数量来给你点数，累积大量点数后就可以用来兑换我珍藏已久的虫子商品，一定要加油哦！对了，被你抓到的虫子会被放进那个帐篷下的虫子观察箱里，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虫网，就不用在意包包有没有空位，随时都可以参加哦。那么，你要参加捕虫大会对吧？今天是第一次，那第一次参加的人免费哦。我先参加一次好了，待会儿再来开导。哦，这样啊，欢迎你哦。那么从现在起，我会计时3分钟，不管是什么虫子都可以，总之要尽量多抓一点就行了。抓到3只以上就能获得额外的点数，加油吧！那么要开始喽，现在开始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时间开始算了，时间开始算了，等一下，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看到蝴蝶，蝴蝶，这样子也算是一分吗？
顺利，很顺利。哎，哪里还有虫呢？哪里还有虫？哦哟，哎呦，哦，怎么办呢？那我没有看到虫。金龟子吗？没有金龟子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怎么办？剩下两分钟。天哪，天哪，天哪！我没有什么虫啊。我靠，我看到，哎，跑走了，跑走了。可恶，可恶。我刚才想说，是不是我岛上的植物太少？然后现在又碰到一只大白斑，很顺利，很顺利。哎，两分了，两分了。哦，小虫跑走了，可恶可恶，我的分数。这里有一只，它飞好快，它飞好快，不要跑，不要跑，回来回来回来。啊，我的分数，啊，你不要飞走。哎，这只怎么飞那么快？我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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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要去哪里？啊啊，那这是我的啊，那这是我的，不要走，太平，哦，太危险了，到处都是敌人。怎么不见了？啊，这次飞得那么快的，啊，在那里，在那里。可恶可恶可恶，你回来回来回来，我要抓你，我一定要抓你。你要去哪里？啊，又跑走了。等一下，你要去哪里？不行不行，这次我一定要抓到！可恶，我不甘心。回来！啊，我没有跟你讲话！啊，飞走了，达达，他是我的，他是我的，达达，我抓到了！那里有一只春象，哎呀，春象要逃走了！有蜜蜂，有蜜蜂，这次我要带走！哎呦，第四只，第四只。到哪里？我看一下。虫子，虫子，虫子！村上，村上，这次我一定要抓到。刚才已经让村上逃走很多次。哦，第五只。那边好像有一只。哦，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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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只，这里有一只。有没有？稀有一只。我们都是这种常见的虫子。我看到瓢虫了。这只瓢虫我一定要抓到，刚才已经跑走很多只。哦呦，我抓到了第七只，第七只，有了吗？剩下16秒，让我抓。哇，至少让我抓个10只。快通通让我抓10只。那里有一只蝴蝶，蝴蝶比较好抓，速度慢的。剩下1秒。哇哇，他只抓8只，好可惜哦。补充大会结束，我现在要回任吗？毛克斯可以怎么样了？又跟几个虫子亲密的接触了。你在挑战抓到的虫子，全部放进帐篷下面的虫子观察箱了。记得去看看。阿优，你不要让我把它们全部买下来，到时候你再跟我说一声吧。不过我先公布结果。虫子观察箱里面总共有8只虫子，今天有3只以上，所以会有额外的奖励哦。真厉害，一共获得了10点，太棒了！你获得的点数会自动累积到持有的点数里面哦。累积到一定的点数就可以跟我约换精心挑选的虫子商品，请你稍后再来询问我详情吧。好啊，我到你的岛上抓好，我的岛上花真的好少。来来来，出岛出岛。Miki， 我要到你的岛上抓虫啊！抓虫抓虫抓虫。开导吧，开导吧。好啊，好啊，等你一下。我现在跟你们再玩一次好了，请你全部买下来吧。可以吗？吞口水，超吃了，对不对？你的虫子观察箱里面好像有8只虫子，总量是。好了，我用10万多块买下来，哦，不错，全部卖给你吧。哇，好棒！赚很多，赚很多。
结果我今天早上在整理这边的花的时候，看到明明很多虫，你看这里有一只。然后我在种这些树的时候啊，超多金龟子在树上的。没想到在参加大虫大会的时候，居然都没什么虫。螳螂，画一下了，好大只哦，找到螳螂。Hello， 真的是大姐姐。我来看一下其他村民在做什么好了。刚才已经跟一些村民说过了，还有谁没说话呢？现在都在打电话。大大兵太子，马格，其他人呢？他们都没出来吗？都躲起来了是不是？到今年前面看，说不定他们在这附近走。可是有人在房子里面没有出来抓虫、哦。我把自己的花踩爆了。阿芳，阿芳，你现在在这种角落，你有没有抓虫啊？要是你还有的话，全部抓走的。开玩笑的啦。这样你就没空参加大会了吧 ？Yes， 所以今天大家都不跟我聊天，好伤心哦。你们都在讲虫子的事情。三克，下午好啊。诶，大吉，我从大会开始嘞。因为这种活动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喽。好啦，我要抓到很多的虫喽，大概了。加油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奇怪，还有很多居民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他们也在抓虫吗？在哪里抓虫啊？都没有看到他们。古斯跟帕蒂亚去哪里了嘞？该不会他们在家里吧？我以为大家都想要参加捕虫大会。太平那个表情好可爱哦，太平那个表情，惊讶的表情。帕蒂亚在家哦，哦，他现在在家捕虫大会你不出来。我来问一下他在做什么事，该不会在制作东西吧？哎，帕迪亚，现在是捕虫大会，又你来啦，太太。我们聊一下吧。啊、对了对了，据说晨昏岛的方丈啊，那家伙好像靠着大头菜赚了一笔，真的哦，超级让人羡慕的啦。我下次也来帮帮他买一堆大头菜吧。咦，你劝我最好不要，太太。太太。你怎么不出去捕虫？安啊，真蓝发型，你不去捕虫哎？不好，送你一个捕虫网好了，再给你，去捕个虫吧。哦，这不是户外捕虫网吧？谢谢你，只要在身上多了几个，一旦需要用到就不怕没有了。赶快来一起抓虫啊！要开导吗？这样分数会加倍。好啊，我的声音有点小声吗？那这样子咧，这样子声音有比较大声吗？我把挡片拿掉，因为我原本想说我的，呜，逃走了。我原本想说我的那个声音会太吵，所以我就把挡片放在麦克风前面，过滤一下声音。如果你们觉得太小声的话，我就把挡片拿掉，这样子声音就会大声一些了，对不对？Miki 开岛了，我要去 Miki 的岛上抓虫了，带了两个金虫，金色的捕虫网，感觉可以抓很多。走走走走，我们马上出发吧。所以这样子的声音都不会太大声，就对了。我的岛变得很漂亮，对啊，我昨天晚上弄了很久，今天早上也弄了很久，慢慢的整理，耶、yeah! ，哦哦耶，收到收到。那么请问你要去哪里嘞？使用通信出岛。那么即将连接网络 ，OK。
走了走了，我耶！抓虫喽，大家一起抓虫！我好期待啊！虫都是我的！那我要到 Mickey 的岛上抓虫喽。背景那个游戏的背景音乐会不会太小声？如果背景音乐太小声，我再把它放大一点。可接受的岛屿是 Mickey 之岛，我们直接到 Mickey 之岛。我把游戏背景音乐开大声一点好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太小声。这样子可以吗？声音比较大声哈。那我祝你旅途愉快，一路顺风。哇，我们要出岛了，走走，我们去抓春虫啊！我一定要抓很多，然后把那个假蟑螂都换到手。嘿，好可爱的假蟑螂，好棒啊！我要把假蟑螂都放在居民的家里门口，一定很好玩。这是什么笑声呢？那个巫师的笑声，暗黑巫师。大会开始，捕虫大会开始！哇 ，Mickey 的岛上超级多花的，感觉可以抓到很多虫。我要赢！龙克斯，哎呦，你怎么戴着眼罩啊？很特别的造型，很 special。我来了，卡蛋，有人偷走你的账户名，有吗？我来了 ，Mickey， 来参加了龙克斯了。哇，这帽子好美哦，好好看的帽子，帽子好好看，是你画的吗？太厉害了！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现在开始吗？现在要等小居来，对不对？你好，龙克斯，幸会幸会。嘿嘿，捕虫大会正在举办哦，要好好的享受这季节独有的虫子生命气息哟、哦。顺带一提，我是龙克斯，是一个喜爱虫子接足气的艺术家。虽然我不太习惯这种热闹的场合啦，不过毕竟是虫子祭典，所以我会主持今天的大会的。捕虫大会的报名时间到18点截止。捕虫大会的规则很简单，只要在限制的时间3分钟内尽量多抓些虫子就行了。我会根据抓到的虫子数量来给你点数，另外还会根据从一开始的参加者所得到的合计点数赠送额外的点数给各位。累积的点数可以用来兑换我珍藏已久的虫子商品，一定要加油哦。对了，你抓到的虫子会被放进那个帐篷下的虫子观察箱里，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捕虫网就不用在意包包有没有空位咯，随时都可以参加啦。那么事不宜迟，你要参加捕虫大会吗？若是岛外的客人有参加的话，就能免收取参加费啊。我要参加咯。哦，这样啊，欢迎你哦。那么从现在起会计时3分钟，不论是什么虫子都可以，总之要尽量多抓一点，要是抓到3只以上就可以获得额外的点数，加油吧。所有的参加者将同时开始，准备好了吗？那么开始咯，我要按咯，开始，预备，开始，赶快开始抓！这里很多花，很多花，哪里有虫？哪里有虫？我看到了，那是虫吗？又不是虫，看错了，看错了！哇，这个花太多，眼花缭乱了，看不清楚，怎么办？怎么办？啊，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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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虫？哪里有虫？嘿，这么关键的时刻居然没看到虫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哪里有虫啊？哪里有虫？我没有看到蝴蝶。不是应该有蝴蝶吗？蝴蝶蝴蝶真的真美丽，头戴金翅真的华丽。我卡住了，等一下，剩下两分钟。哦，我会不会连一只虫子都没抓到？奇怪，怎么没有看到虫子啊？那么多朵花，居然没有虫子，哪里啊？等一下，我的眼睛花了，眼花缭乱的花。虫子，哪里有虫子？为什么没有虫子？嘿，都是的，不是应该有虫？哦，小黄蝶，我抓了一只，抓到一只了，太好了太好了！
这边还有吗？我刚刚好像有看到有黄蝶在旁边。不要跑走！第二只，斑圆点粉蝶，太好了，两分了，要抓到三只才有基本的分数啊！你抓到几只了？看看为什么这边没有虫啊？会不会在这里有？我看不到树，原本想说可以抓甲虫的，树长得太急了。为什么没有螳螂之类的？也没有看到春象哎，这有其他虫吗？等一下，时间快到了，现在剩下一分钟，我才抓两只哎，好难。椰子树这里会有吗？哇，你椰子树种好紧，看不到树上。海蟑螂至少抓的海蟑螂吧，不会连海蟑螂都没有吧？天哪！剩下49秒，连三只都没抓到，还抓两只。没有蜻蜓。我的，飞走了！等一下，卡在那个桥那里啊，根本抓不到，可恶！有抓跟没抓一样。现在26秒，这金色的玫瑰花是不是不会生虫啊？因为它是黄金，对不对？不是花。哪里有蝴蝶？哇，蝴蝶！现在14秒，拜托，给我一只鱼，不是，给我一只虫。可恶！哪里有？7秒啊！剩下7秒钟啊！没有抓到，我才抓到2只啊！好可惜哦！可恶！Hello， 小 G， 欢迎小 G 来了。发型别人选你，你就不用管了，就自然就好了，对不对？人家选你就是代表说你的名字很好听，人家才想要学你，所以你应该要觉得高兴才对。然后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好了，对，做好你自己，然后不用管别人选你，选你不选你，对吧？放宽心啦。刚才那一场比赛我只抓了2只，真的非常可惜。这是我现在在哪里啊？好像有点小小迷路哎。这里好多花哦。这种这里花很多，虫子好像不多哎。还是埋在这里面，我找不到。比赛要开始了吗？太紧张了，我才抓到2只。可恶，竟然只抓了两只虫子。太过分了，虫子的数量好少啊！开始了吗？加油，大家加油！先提醒大家，每次结束后都要跟他说话吗？那我来讲话。怎么样啊？有没有很多的虫子亲密接触？你在挑战，你抓到虫子全部放在这个里面。我只有2只虫子，拿到了2点。卖虫。你看过虫子观察枪吗？请你全部买下来吧。可以吗？吞口水，他就是要吃，他根本不是艺术家，你就是要吃了，对不对？你就是要吃掉那些虫子，是不是？好，我已经卖掉，卖完了。赶快开始吧，现在要直接按开始了吗？滑按喽。怎么了吗？找我什么事吗？我要参加大会。准备好了。要开始抓虫了，三分钟，开始了。预备器。
虫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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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虫？虫，我要抓虫。这边有虫，我也这边有。嘿，没有，好像有人过来玩了。哇，这么多人要一起抓虫，好刺激哦！抓虫大日子。是说这个岛人进来岛的时候，中间会不会算时间？热锅上的蚂蚁。这个班机怎么那么慢？你这台飞机好像有点慢哦。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欢迎欢迎！好，赶快来抓，赶快来抓，拿着你的捕虫网。捕虫网，捕虫网，快快快快快快快，赶快来抓！你看，我看到那里有只蝴蝶，好抓！蝴蝶，蝴蝶，蝴蝶，身边真美丽。哦，这个花多到我的那个食物开始累格了。不行不行啊！被你们抓走了，可恶可恶！我的我的我的，嘿嘿嘿，我抓我抓他我抓他啊啊，没抓到，不要飞走！哎，为什么速度那么慢？我抓到了，哎，我抓到一只凤蝶，怎么样啊？一只，太好了太好了，超爽的！我来看一下，哎，哪里还有什么其他的虫子嘞？嗯，我看一下，虫子在哪里？哪边还有虫？根本看不到虫哎！等一下，我想看到一只昆虫在跳，这是蝗虫吧？有哎，昆虫，我爱死骑兵。对啊，垃圾直播啊，没关系。嘿，好爽哦！我是垃圾直播耶。没关系啊，你可以多看一点，没差。三分钟结束了，哎，不过我有抓三只捕虫哦。其实我觉得嘛，觉得说，嘴巴长在人的身上，那如果你的那个品性没有那么好的话，就会讲出像刚才死神骑兵那种话。但是其实我不是很在意这种话，因为其实在我自己原本工作的那个场所，老板就还蛮会乱骂人的，所以都已经习惯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啦，这等于是垃圾车的概念啦，就是把你们的坏心情倒走。我就是一台垃圾车，你知道吗？我拍影片就是一台带来欢乐的垃圾车，让你们能够开开心心的看影片，然后把不好的情绪都倒到我的垃圾车里面，然后开开心心的看影片。把不开心的情绪倒掉之后，明天再继续新的生活。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的直播也可以说是垃圾直播，这样子也是蛮合理的。对，垃圾车把观众的不开心情绪都收走。对，好，那我现在要把东西卖给龙克斯咯。哦，哇，我们这次有五只以上哎，所有的参加者都可以。哈，我只有抓到两只。好吧，好吧，没关系。那我们把东西卖给他吧。我把这个卖掉。死神骑兵呢，还蛮幽默的啦。其实我们都不是很在意死神骑兵讲的话，然后是你自己很开心的骂别人，然后很开心的封锁别人。
对啊，其实听的人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奇怪这个人怎么品性那么差，然后没有什么智慧，对。然后其实听听就算了，然后你就自己封锁得很开心。其实我觉得你自己也要调整好自己的那个想法吧。那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的直播，你就可以不用看。那如果你想要骂的话，就是嘴巴长在你的嘴巴长在你的身上，然后你想要怎么骂就怎么骂。其实我也没差，因为我在工作场合已经有遇过很多奥客骂的都比你还要严重，所以听听就算了，我就当作遇到疯子吧。对啊，我会用怜悯的态度去面对你，就是那种很喜欢随便乱骂人的一些人类。对啊，好，我们赶快继续开始吧，不要去来理那个就是精神病患。预备开始，补充大会开始了，走走走走走，赶快来抓了。Hello， 记得记得，赶快抓桶。记得刚来哦，我们现在在补充大会。等一下，奇怪，你的岛上很多花，虫子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怎么会这样？都是的，虫子，没有虫啊！椰子树上面有虫吗？没有。所以刚才那个人跑掉了，骂人就跑掉了，你看，真的是精神病患。我不可以这样子随便乱讲人家啊，对啊。等一下，这个水池里面怎么都是尿？我找不到虫哎，那个该不会是虫吧？寄居蟹对不对？你是寄居蟹？不是，它是贝壳。我以为是寄居蟹，我可以抓鱼回去代替吗？不行，抓不到。海蟑螂，没有海蟑螂。Niki， 你的水要换了，你看，不知道是哪个村民在里面尿尿，里面都是黄色的水。天哪，这样不行。我要抓虫，不可以再随便看左右边的东西了，一定要专心抓虫才行。虫，哪里有虫？还剩下一分钟，等一下，我要抓虫啊！抓虫！虫子在哪里？虫子！哪里有虫我没有抓到虫，救命啊！龙克斯，好多花，我看不清楚，眼花缭乱啊！我连一只都没抓到。太惨了吧！对啊，概率是坏掉了吗？没有，我觉得可能今天早上的花太多，所以 switch 有点不正常运作，有可能是花太多了。因为听说好像花太多 switch 也会这样，可能种太多了。什么时候还有你画我猜哦？礼拜五才有过哎，礼拜五我们才你画我猜过，可能下次是下个礼拜吧，不一定，看情况。还是你们待会要到我的岛上抓，感觉我岛上的虫好像比较多。哇，概率是零，可恶！我一只都没抓到，太可恶了。我没有找到，哎呀，真是的。神奇兵，我没有在意过你刚才讲的话。我跟你讲，这个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这是你自己要原谅你自己的问题。对啊，我自己是不会把心思放在讨厌自己的人身上，我只会把自己的心思放在喜欢自己的人身上，然后对他们好。
还是你们要到我的岛上？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是那个岛上花太多了，所以虫没有办法那个。虫子好少、哦。是因为人多的关系，所以虫子变少吗？还是花太多，所以导致虫子的生成有变动，过多了 ，switch 负荷不了，又加上人太多。快点快点快点，来抓虫来抓虫！人太多，原来如此，人太多造成机器的那个人的附近不会生虫。还有这种事情，那我们要离远点。天哪，还有这种事情，远点远点，我们离远点，往这边走，说不定这里有虫。冲冲冲冲冲冲，哪里有虫？我要抓虫，在哪里？金色玫瑰这边会有虫，可是金色玫瑰不算是花，它算是一种钱。到虫了，真的没看到虫，可恶！我也太衰了吧，左走右走都没看到任何一只虫。海边有虫吗？海蟑螂之类的？没有。可恶啊！没有虫。你有看到虫吗？为什么没有抓到虫？虫啊！人太多了，帮我离开这座岛好了。你们自己抓，可能到自己的岛上慢慢抓吧，不然的话这样子影响到生成几率也是抓不到虫。好啦，我先回到我的岛上啦。先等等这一回合结束我就回去，但是要先看一下没事有没有虫，至少要抓个机会抓吧。对，东西太多，呵呵，生成几率会影响。哦，那里有虫哦，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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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key Mickey， 在前面啊，跑到里面了，要绕一圈，要绕一圈，要绕过去。我天啊，那只蝴蝶来了来了。啊啊！我坐在椅子上，等一下，我要抓那只虫啊！啊、哦，不行不行，卡在那里！哎呀，可恶，仅存一只蝴蝶居然抓不到！天哪天哪，可恶，只能望梅止渴。怎么办啊？那只蝴蝶就在那里，我好想抓它，可是过不去。啊，那我过去啊，求你啊，那我过去。过来，我看他飞过来了，赶快赶快，剩下十二秒，我就等你了，我就等你了。不要飞走啊！他刚不是要飞过来吗？你回来啊！你回来，剩下五秒啊！回来，回来，回来！时间没，我林子，林子，哦 ，Mickey 居然抓两只，我天，你们也太厉害了！居然没抓到，我一只都没抓到，好可惜哦。还是你要先到我的岛上，我的岛上应该东西比较少，生成几率比较快。我先回我的岛上咯，じゃね，またね。回到我岛上，没想到抓不到。我先走咯 ，Goodbye。哎呀，好可惜哟、哦！刚才好几个回合都没有抓到虫哎，这样子好像不太行哎，好偶歪哦，非常偶歪。我待会开我的岛，如果你们想要来我的岛上抓虫的话，也是可以啦。我的东西，我的岛上的东西比较少，应该生存虫子的几率会高一些些。比较不会影响到那个 Switch 的那个。
哇，好多人在大哭，到处都是鼻涕，岛民全都在抓，抓都抓，都抓。我看到虫了，我看地上还有甲虫，好棒！我来开岛，等他一下，然后这飞机。我回岛上啊！先帮忙开那个，开我的岛门口，让我们来我的岛上。参加捕虫大会。哎，我什么时候？哎，之前没有发现他桌子上有一个飞机的模型。来我的岛上一起抓虫吧！来，抓虫大会。你们一走，虫立刻跑出来。我们一走，虫立刻跑出来。所以人太多，虫子就那个影响到。快来快来！我开朋友的岛，朋友都可以来到我的岛上抓虫。虽然我的岛上花很少，但是虫子应该也不少。来来来，我开岛了，开岛了，我来参加一下。诶，苹果你好啊，苹果，这里就有虫了。等一下，龙克斯，你不要抓大大。哦，有人要来了，对不对？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哇，一进来就看到一堆红蝶、蝴蝶、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啊，头戴着金丝，身着花衣。唱这个歌，好羞耻。不要在同个地方一直跑，不然会很难刷新。好，好，我们向着虫子大王的路线前进吧。我跟你讲，这几天我会出七月的那个虫子图鉴影片，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要多多关注我的频道哦。我会把北半球跟南半球分开来做介绍，而且我的虫子影片，这次做的虫子影片，这个方向是没有其他 YouTube 做过的，里面有神秘的惊喜。如果大家想要看那个惊喜的话，一定要来看我的虫子影片哦。我会发，对，因为我想应该没有其他 YouTube 想到我那个方向的做法，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是什么方向的话，就来看一下这样子。期待一下我的虫子影片，一定是没有其他 YouTube 做过的题材。嗯，还有谁要来？还有谁要来？小菊来了，小菊来了，快来啊！一起来抓虫，大家一起抓虫，感觉很开心呢。啊，好！啊，还好我一定要抓很多虫。飞起来的幼虫 Miki， 哇，特别为了这个活动换了昵称飞起来幼虫。垃圾岛在哪里？差不多一个月了，垃圾岛的影片还没做，因为我都一直还没有到垃圾岛，你知道吗？我每次一出岛，又不是垃圾岛，啊，又不是垃圾岛。垃圾岛怎么那么难遇到啊？它也是很稀有的一种岛，对不对？欢迎来到我的岛上。你的 Switch 会员功能已经过期了，好惨！你可以再加购啊，再买，一个月还蛮便宜的，我记得。三个人呢？你不玩了、哦、，JC？ 好啦好啦，不玩了，那我们要开始喽。哦，怎么了吗？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要参加大会。啊，那么从现在起，我会计时三分钟，无论是什么虫子都可以，总之要尽量多抓一点。要是抓到三只以上，就能获得额外的资源点数。开始，快点快点，大家赶快来抓虫！三分钟，开始。耶、yeah ！哦，这边超多花了。
吗？快点，放好，放好，放好！啊，那里有甲虫，快点抓，快点！我刚打到 Mickey 的头。树上有没有金龟虫？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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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没有看到。我看一下右边的玫瑰花园哈，玫瑰花园说不定会有虫。水里面有没有？太平，你居然在这里！这个地盘是我的，我要来这里抓虫。水里面有没有水皿之类的，或是田鳖啊？没有，可恶！哇，虫子真的好吵，太少虫子了吧？哪里哪里哪里，地上应该多少会有虫吧？我发现那个官方的系统有这个缺陷的，就是岛上的人很多的时候，虫子居然不会生成，那捉虫大会还要让那么多人来，还要开放这个功能，这个应该之后要修吧，这个 bug。不行不行，我们要继续抓虫，可恶啊！虫虫虫虫，马哥你在这里，该不会这边有虫吧？我看看。看到哎、欸！天哪，到底哪里有虫啊？我想要抓只虫子是这么困难，你在做什么？做上做事要抓虫，该不会都被龙克斯抓走？龙克斯就这边讲说，嘿嘿嘿，其实虫子都被我抓光了，哈哈！浪漫参加这个活动只是想要让我填饱更饱的肚子，吃更多的虫子而已。啊，我连一只都没抓到，怎么会这样？都是的，都是的。这边也有虫吧？我看树上应该会有甲虫的树啊，阿弟，连甲虫都没有啊！没有虫，没虫子，哪里还有啊？会不会有海蟑螂？海蟑螂，海蟑螂，海蟑螂没有，连海蟑螂都没有。我想会不会一个岛上最多只能两个人抓虫，如果超过两个人的话，那个几率就会影响很大。你们觉得会不会这样？只剩下20秒了啊！哇，一只都没抓到，到底是怎么样？奇怪了，虫子虫子，没有看到虫啊！有一只。4秒，啊！我抓到啊！1分，哇！日同罗花金龟，哇！你们抓好多只哦，一个人8只，一个人6只，所以根本不是几率的问题，是看脸的问题。像我这种非洲人，就是只抓到一只，你们都抓到8只跟6只，也太难了吧！天哪，太厉害了！哇！我要去回刃，虽然只有一只，还是要交货。只有一只，好会生，超多虫子的，可能是我岛上东西少，所以就。没事，岛上就生了虫子，是这个意思吗？来来来来来，虫子，虫子出现，虫子，哇！回刃回刃，我在附近巡逻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虫子。最后一个买的，等等，他好像回刃，我还没回刃。等小 G 一下，小 G 可能也还在回刃，增加效率。你去接了，好啊，可惜没好友。龙克斯，龙克斯，我把这只螳螂放生，会不会有更多虫？把你放生了。
抓不到会有吗？我先去充电一下好了，因为我有朋友问说谁家的大头菜有100元以上，我来看一下我的大头菜多少钱。今天就礼拜六，如果还没有卖掉大头菜的人，赶快卖。嗯，等一下，这个一定要买啊！健身脚踏车，从没有买过的，而且还有火炉哎，也太高科技了吧！哇，买买买，很贵吗？很贵吗？啊，这种高价，我有钱吗？啊，我没钱，可恶，太可恶了！我待会再回来买。先来问你一下，大头菜多少钱呢？现在大头菜154元，哦，154，我拍照给朋友看。我家大头菜有破百，马上赖给朋友。我是来问一下大头菜多少钱，我赶快出去继续打那个虫子捕捉大会吧。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欸，有人来了，抓虫大会。 Hello 小军，你还在讲话啊？快点快点，讲完讲完，有人要来了，有人要来了。我来按一下那个咖啡机好了，刨冰机。哦哦，好多刨冰哦，肚子好饿哦。凉凉的，凉凉清凉的感觉。诶，谁开的饭锅没盖啊？饭都凉掉了。我要去巡回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居民乱弄东西。啊，这个吐司还没烤，这样要怎么吃？咖啡机可以按到吗？吐司熟了，好想吃哦！哎呦，肚子好饿，肚子好饿。小巨还在跟那个龙克斯说话，那我先来弹个钢琴好了。星星一直都在这里陪伴，宁愿受伤也不想要哭。是说小军你要讲很久，哦，你有很多任务没讲吗？还是小军你在上厕所？Hello。黑夜之苦才有光彩，我会相信温柔的存在。你就好像星星在这里千里之外。黑夜之苦有那天依赖。好了没？我已经唱到观众的耳朵快要破掉了，你知道吗？啊，我的耳朵，我的耳朵，卡在里面在唱歌啊！我的耳朵有宝藏啊！好了，不要这边假装。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桃子专卖店。我们的桃子是特别的桃子哦，而且你看我们的商品有桃子拉面，右边中间那颗黄黄的是桃子的心，我们用桃子来煮拉面的汤，做出特殊的拉面汤头。那这个汤头喝下去的时候，你的脸都会像桃子一样红哦。这是我们岛上特有的特产，大家要买，谁要来买？一碗大概200块了，没有没有，200块是试吃的。那如果你是要买一碗大碗，就是整碗有汤有面，像我们摊位前面这一碗，一碗就要20000块，因为我们的那个桃子是拉拉山上面的桃子，非常的新鲜好吃。快来哦，快来我们的岛上吃桃子，桃子。
新鲜好吃的桃子，快来买哦！老板，老板，我要买你们的桃子拉面。听说喝你们的桃子汤，喝下去之后脸就会变得很红，就不用再擦腮红，就有漂亮的红润的红晕，我就再也不用再擦腮红了。我也想要试试看这个奇效。好，好，好，老板，我看一下存货还有多少。我们的拉面每一天都是限量卖的，一碗20000块，20000块的拉面。那如果你是想要喝适合版的，一碗只要200块，200块的拉面只能维持一天的红润脸颊。那20000块的拉面，你喝下去的话，会有2年都不用擦腮红，脸都会有一点点红润的感觉。你要喝哪一种呢？老板，那我要20000块的，20000块的。哦，好好好，等我等我，我先去准备一下材料，准备一下材料。我存网在哪里？我存网在哪？有了有了，我存网，我要抓一下材料。这是我们的，啊，逃走了逃走，我们的水蜜桃。拆掉草种没关系，这只虫也是可以了。我们的拉面里面有加这种春香，它有特殊的臭味，吃下去的时候嘴巴会觉得很爽，像臭豆腐一样。那这是我们拉拉山水蜜桃拉面的材料之一，再加上那个水蜜桃，等我一下哦，在制作中。卡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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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做好了，总共两万块，那我还多帮你加了一些菜，就是春香的翅膀。啊，居然有春香的翅膀，第一次吃过这种虫子料理，好刺激呀！啊，那我就来吃咯。老板，我好像有吃到类似脆脆的东西耶。我告诉你啊，老板里面放的那个脆脆的东西是油炸蟑螂，吃起来非常的酥脆吧。啊，居然是蟑螂，好像有点恶心耶，可是为了我的那个美容效果，我就只好吃那个蟑螂好了。啊，好像有点脆脆的牙齿，感觉有卡一些蟑螂脚，感觉有点恶心耶。蟑螂啊，其实里面充满了蛋白质，吃下去有养颜美容的特效。你要来一碗吗？那你要加蟑螂还是加蟋蟀？好，那就是加蟑螂吗？水蜜桃拉面，好好好。这一碗纯粹的水蜜桃拉面，没有加任何的虫子，给你，这样子总共是500块，谢谢。你要加蟑螂吗？油炸的蟑螂还是要穿烫的蟑螂？我们还有那个清蒸的蟑螂，吃下去是非常的不错。清蒸的蟑螂里面的那个蛋白质非常多，咬下去会爆汁，哇，爆汁了，那种感觉很棒的。烫烫的蟑螂吃下去那个爆汁的感觉，清蒸哦，清蒸的也是不错，很清淡，那个味道是不错的，好、哦。来来来，来吃了。啊，好好吃哦！有人来我们的岛上了，奇怪，小居是不是宕机了啊？他为什么一直在那里跟龙克斯讲话？我还想，可能现在来我们岛上的人是那个小居哦。小居直接宕机，宕在那里是不是？哎，我怎么关那个？我们直接把那个网络关起来。等一下，我觉得小居是宕机了。哎。要怎么关？这里结束，正在准备结束。大家待会再重新来，因为我觉得小G应该是断线。小G已经是断线，刚才一直来的人应该是小G吧？小G，你在左上角吗？正在准备结束。我刚是按错，按 B 取消，哎，可恶。来看他人的护照，可以把小G踢出去吗？小G，你没想到我们在回刃的过程中，小G居然卡在这里。刚才抓了那么多虫子，是不是按准备结束之后就会全部重置了？天哪，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动物森友的布谷还真是多多多啊！有蜻蜓，哦，好大一只蜻蜓啊！准备结束，按 B 取消。快快快快！小G回到你的岛上，我再重新开岛。天哪，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太夸张了，太夸张了！我刚想说走那么久，还在面子卖水蜜桃拉面。对啊，原来是小G断线的，卡在那里，不知道在做什么。哎、欸，开岛喽，开岛喽！我再重新开岛，你们再重新进来。来来，开岛开岛了，
来啦来啦，琳娜琳娜。等我一下，重新开导。这里是与世界连接的天空大门，欢迎来到幽冥机场。今天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服务的吗？我想要大家来抓虫啊。你要使用邻近主机通讯，还是邀请附近的岛？通讯岛屿好了。那我即将连接网路。OK， 走。OK， fine。OK， fine。快来跟我一起抓虫吧！抓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哦。你要用什么方法邀请呢？邀请朋友就好了。久等了，现在大门已经打开 ，Open your door。快来快来快来，跟我一起抓虫吧！来来来 ，Everybody， 进来哦。明天你要来台湾住，来啊！哇，终于要开始了，抓虫大会。好像有人来玩了。欢迎来我的卡丹 family， 来到我的岛上抓虫。欢迎光临卡丹的岛上。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抓虫子。Hello Mickey，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的岛，幽冥岛。飞起来的幼虫，很应景。好，这个句话好像刚才讲过了。飞机来了，哦，好想看到飞机在上面，正在飞行中。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的幽冥岛，今天我们要来抓虫哦。如果还没听到的那个观众，我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要跟观众一起抓虫。那我现在已经开导了，大家一起抓虫子吧，让我们前往虫子的未来前进。欢迎欢迎。哇，你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看哎，帽子也画得不错，好精致哦。晚上可以再拆画吗 ？No， 今天晚上有别的那个行程 schedule。对，那没有意外的话，可能会抓虫抓到很久吧。既然 Mickey 都来了，我们就来开始呗。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要参加大会。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一直持三分钟，不论是什么虫子都可以，尽量多抓一点哦。要是抓到三只以上，就能获得额外的点数，加油吧 ，fighting！ 所有的参加者将同时开始，准备好了吗？那么开始喽！啊，开始开始，我们刚才抓虫抓虫抓虫，三分钟三分钟，捕虫大会开始。哇，这边那么多花，应该会有虫吧？我看一下，要小心的走，我很怕虫子会被我吓跑。有吗？哪里有虫？虫子在哪里？我要抓它。怎么没有看到虫？啊，救命！马哥，你有看到虫吗？你有看到虫吗？时间还来得及吗？我会替你加油的。替我加油？跟我讲说哪里有虫啊？我像热锅的蚂蚁，刚才跟马哥讲话。哪里有虫啊？明天你在抓了吗？你有抓到虫吗？我的天哪！虫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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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子在哪里？哪边有虫？豆狗，豆狗，有凤蝶！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哈、啊、哈，一分了，一分了，还剩下两分钟！天哪，天哪！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输，一定要抓到三只才行。三只，三只，三只是现在的目标啊，最少要三只吧？哪边还有虫？我看看。嘿，有海蟑螂吗？有海蟑螂？没有，没有海蟑螂。我以为会出现海蟑螂，我说你海蟑螂都没有，龙克斯都没有吃过海蟑螂的香气。神秘桃树上这边会有什么金龟子？金龟子，我是不是应该要在岛上建设一些树桩啊？这样才会有天牛之类的虫子会出现。没有树桩就不会有天牛啊！可恶，没有虫。有小白蝶啊，又抓到一只了，两只两只，剩下一分多钟。哇天啊，一分钟抓一只是不是？抓虫大会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怎么办？蝴蝶，来给我一只蝴蝶。那里有一只蝴蝶，两只。哦，太棒了太棒了 ，Mickey， 那里有一右边那只蝴蝶，那只蝴蝶，快点抓，快点啊，快点快点，快抓到啊，抓到了，太棒了太棒了。等一下，我好像有点太激动，不行不行，冷静冷静冷静。
我看一下椰子树那里没有虫，等于这里有花，没有虫，这边也没有，剩下40分钟。等一下，我想再多抓一只，再一只就好。NPC， 那我出现，哎，我卡住了，被这个树桩卡住，可恶！哪里还有虫？你抓到了，你该不会抓的比我多吧？而且我在这边放个坏掉的大头菜，居然连蚂蚁都没出现，可恶！是不是要放在别的地方会比较好？我放远点。那里有一只蝴蝶。等一下，剩下6秒，那要嘛？那我抓一只吧。啊，抓到第四只了，太好了！我终于破了3只虫子的记录，抓到了第四。哎呦，外面怎么那么吵？我们外面正在挖地。我先把窗户关了，虽然会很热。我们赶快去回刃吧。哎，你抓几只啊？我刚才没有注意看。有人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蚂蚁哦。啊，原来如此。手嘎，原来如此，我以为会一直有蚂蚁嘞。我趁 Minky 在回刃的时候到服务台领个钱吧，因为我有点想要买那个厨房。虽然我看到那个就很想买，你知道吗？开一下，这是离端机，请领取离端机的每日登录礼数。啊，玩错了。等一下，我要领钱呐 ！ATM， 我要提个大概15万吧，百千万十万，刚好就是那个厨房的钱了。走喽 ，Let's go。走啦，你要开始了吗？先按开始好了。哎，对，我还没回刃，对不对？哎，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很多虫子亲密接触嘞？在这个里面，啊，要是你不要的话，我当然全部买下来啊。不过我先公布结果。首先，这次参加者所抓的虫子数量竟然有9只，因为是5只以上，所以所有的参加者都可以得到合作奖励哦。另外啊，你抓到虫子有4只，因为有3只以上，所以能额外获得挑战奖励。你抓到了4只的虫子，再加上各种奖励，好厉害啊！你一共获得了11点，我居然有11点，太感动了！你获得的点数会自动累积到石油点数里面哦，累积到了一定的点数就可以来兑换我精心挑选的虫子商品。好棒哦！我来回刃，我又把虫子全部都卖掉呗。哎，可以吗？他真的要吃，他根本不是艺术家，你是不是要把他们吃掉？还吞口水，我就知道你会把他们吃掉。全部出售了。哎，有人要来了，请结束对话。谁要来？小 G 对不对？小 G， 你刚才断线是不是？我猜一下是谁来的。你瞎了 ？RON 岛哦，欢迎来到我的 Cardan Framery， 今天要来抓虫。哦，原来是你啊，樱桃岛的观众，樱桃岛正在下雪的观众，南半球的观众，我记得你。今天我们是要来玩抓虫大会，所以你有准备好你的捕虫网了吗？让我来抓虫吧。商店那个厨房我就送给你吧。哎呀，不用，我想自己买，自己买的感觉比较有成就感。自己买就是会有一种爽感，这个我要了，买下来了，就是有一种爽爽的感觉。欢迎来到我的岛上，我来抓虫。欢迎光临，谢谢光临。怎样加好友哦？怎样加好友？你不是已经加了？我先来买个厨房呗。厨房，等我，这个厨房我要了。你家有多一个完全用不着，没关系，我买一个，然后你再送我一个，这样我就有两个厨房了，真是太美好了。成架式厨房，要买吗？当然要啊！哦，我买下来啦，好爽啊！这里再买一个。健身脚踏车4800，
可能最近觉得好像腿有点胖，那就来骑个脚踏车呗。炉灶厨房3300，好便宜哦，这可以放在外面哎，露营都很好用，我可以放在露营区。再见了，莉莉、豆莉，谢谢光临。我们来赶快来参加虫子大会吧，开始了吗？我已经准备好我的捕虫网了。我要跟龙克斯说话。哎，怎么了吗？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要参加大会。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会计时3分钟，不论是什么虫子都可以抓，只要抓到3只以上就可以了。好了吗？开始吗？ Go go go， 预备开始，开始了，快点来抓，快点来抓虫，快快快快快，直接开始开始开始，我们尽量离远点，这样才会生成虫子。哪里有虫？哪里有虫？啊！不要在花上面跑步，我的花会被你踩坏。花上面不能跑步哦，花会坏掉。好，赶快来抓。欸，蝴蝶嘞，蝴蝶，有蝴蝶吗？蜜虫螺、花金龟有没有在树上？没有，没有。我看一下河边有没有田鳖或是水黾之类的好了，感觉这里几率会比较高。没看到任何田鳖跟水黾。这里会有吗？有一只小鱼，小小的鱼，应该会生成吧？今天有在这边抓过蜜蜂过？没有，这里没有。哇，虫子的数量怎么会那么少啊？是不是被你们抓走了？哈，跟我说说看。大鼻子会不会再这么悠哉的话，时间很快就用完了呀、啊？还不是因为没抓到虫，就想说问问看你们有没有看到虫，结果他提醒我说叫我赶快要把握时间，不要再讲话了，不要再聊天了。没有抓到吗？啊，我一直都没看到啊！天哪，怎么会这样？都是的，都是的，没有遇到虫。虫子，虫子，你抓到了！天哪，你们都很厉害耶，结果我都还没抓到。太惨了，惨到不行。今天会不会有？来看一下。我一直很怕没有看到那个花上面的虫，然后就错过了。结果每次慢慢的走都没有。我要抓！啊啊！我抓到一只了，第一只，第一只，第一只。它是日同螺花金龟，虽然很便宜，但是也是一分了。龙克斯说不定喜欢吃这一味，他想说，哦，日同螺花金龟，吃下去，好吃，好吃，好多汁。我干脆之后就来做个特辑好了，虫子大餐，虫子料理的影片，各种虫子，七月的虫子有哪些？那这些虫子吃起来如何？口感怎么样？是龙克斯的最佳料理。然后那个名字就可以写说七月昆虫，你抓到，你抓到哦，太好了太好了，我刚刚想说我差点就要踩到那只瓢虫了，我就可以出那只影片的名字，取名为七月昆虫料理，各种昆虫在哪里出现，那可以做成什么料理。你也抓到虫了，奇怪，我怎么只抓到一只啊，天哪，我已经也是一直在走路啊，还是我要跟你们一样用跑的会比较好。等一下啊！捕虫大会结束了，我只抓到一只。哇，你们都�抓到蛮多的哎 ，Mickey 抓到8只哇，也太厉害了吧！我只抓到一只哎，天哪！我要回去回任了，宕机了，救我！你居然宕机了，天哪！你为什么会宕机？怎么救你？等一下，我怎么救你？查看其他人的护照，这样子吗？是要这样子弄吗？等一下，我这样救你会那个哎、欸，会害你被那个锁住，不行。啊，那没事。嘿，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跟很多虫子亲密接触嘞？你在挑战的里面抓到虫子，全部都、反正他就是把虫子放到里面的。我们抓到10只，接下来你抓到一只虫子，我只抓到一只，好惨。我们先把这个虫子卖掉，然后再来救他。你卡在那，我刚想说奇怪，你怎么抓的那只
黄色的蝴蝶，哎、欸，我在炫耀我的蝴蝶，然后就抓到蝴蝶的瞬间就宕机了。哎、欸，可以吗？吞口水，好了，都买给你了。我猜这些虫子都进了龙克斯的肚子，一定是这样的。救命！救命！我去看一下状况是如何。Miki， 你在观看它的状况吗？哎、欸，为什么活动开始之后虫子就变多了？你真的宕机了吗？我按按看。一起来炫耀昆虫，现在是怎么样？有观众宕机，所以我现在要关岛，是不是？好了，我去关岛。等我一下，他卡在这里，还更不能动了，怎么办？天哪，抓到一只小黄蝶！哎、欸，我捕捉到小黄蝶、啊，怎么感觉怪怪的？嘿，宕机了，都是得，我来救你。等一下，好像有人要回去了。你按到回去了吗？嘿 ，Miki 好像想要回去了，没关系，我到这里按那个，我到这边按那个关岛。才不会记录是什么？才不会记录都不见。这里把门关起来。因为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关闭大门。收到。好像有人要回去了。我要关门。快关关关门关门。有观众卡住了，下次想要迎接访客时可以将大门打开，请尽管跟我说。好啦，我关门了，应该可以了吧？可以了吗？你已经脱离那个苦海了没？我看看。哦，你可以要回岛上咯。还在荡。等一下，我这样怎么办？我天哪，怎么办？观众宕机了，卡在那里，无法移动。等一下，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耶，该怎么处理呀、啊？那我先把那个岛关掉，结束，这样可以吗？正在准备结束。还在荡哦，我重开游戏看看会不会就那个，你就可以逃离我的岛上卡卡的秘密。即将结束通讯，我左上角还在倒数。bug 大会都 bug 了，出现了很大的 bug， 整个大卡机。有吗？你有离开我的岛了吗？我已经把岛关掉了，这样子有离开我的岛了没？走了哦，好，终于解决了观众卡在我岛上的意外。好，再来开一次岛，再来抓虫。来抓虫咯，游戏正在储存，请不要触碰电源键。这用什么方法邀请呢？邀请最佳朋友，让你久等了，现在大门请打开。欢迎来到我的岛上，最佳朋友 Miki， 来抓虫吧。虫子，快来抓虫。Hello， 阿邦，我跟你聊个天呗。你有看到我的飞网技术了吗？我的实力可没退步啊。打起精神加油吧。哇，太厉害了，阿邦。苹果正在抓，哦，啊，跑好快哦，他在抓那只，没有看到。我来看他飞网的技术如何。有了。哦，两个人在抢了。你要抓了没？
妈超丑，阿爸好可爱哦！快点快点快点抓，你快点抓，抓！阿邦，阿邦，你在干嘛？他拿着网子都不抓哎、欸。阿邦，哦呦呦，没抓到，没抓到！哎呀，还用这个表情，好可爱哦、喔！等一下，等一下，虫子跑走了，你就这样跑掉头走了，没问题吗？阿邦，好可爱，好可爱哦、喔，阿邦，我的阿邦。等一下，阿邦点到我的笑去了，好可爱哦、喔。太可爱了啦，好萌哦！那赶快来抓虫呗！欢迎光临，欢迎来到卡戴琳的岛上。今天我们要来抓虫哦，非常的开心。很开心大家能来我的岛上，我是卡蛋的妹妹，叫做卡蛋林的妹妹，对，叫做卡妹。那今天我们要来玩这个，捕虫大会。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抓虫，我才15岁。那我们赶快来抓虫吧。好，不要再闹，一直假装自己是卡蛋妹妹呀。可能会有一些宅男喜欢看我这个，听我这种声音吧。对，没错。好了，好，我们赶快来跟龙克斯讲话，马上要来抓虫。怎么了吗？走，我有什么事吗？参加捕虫大会了，现在。好，抓到3只以上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奖品。所有的参加者，同时都准备好，快点，快点 ，Mickey， 抓虫，抓虫。哦，那个是白色的蝴蝶，马上就可以抓到一只。嘿，一票了。白粉蝶很顺利的，嘿，快点快点快点！这边有没有钱？有螳螂，螳螂，螳螂来了，我要抓了！哦，哇，这次的虫子比较多哎，很顺利。这边有一只蝴蝶，蝴蝶，你不要飞走啊！它飞走了，等一下，你要去哪里？一去不复返了。等一下，等一下，不要不要抓那只蝴蝶了。感觉还有其他虫子可以抓，在附近绕绕吧。有花，这边有花，就有可能会有虫子。什么？有没有喷架？没看见。这个时间没有虫。来看一下那边有没有花。去婚礼花园那里，说不定那边也会有一些虫。就是我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蚱蜢啊。刚才阿邦明明有抓到，也要抓一只蚱蜢，在这附近啊，难道不见了吗？哦，我到花园那里看看啊，花园，花园，花园，太君在这里做什么？现在不是找我聊天的时候了吧？你要是没时间抓虫，我可不管哦。他很慌张，好可爱哦，而且穿那件外套，感觉跟大大同件，是大大送他的吗？有虫吗？没有，没看到虫子啊！啊，刚才抓那几只，我还以为是开了一个好彩头。结果都没有遇到其他的动物，不是动物，其他的昆虫。奇怪，今天水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水母啊，或者是田鳖之类。平常田鳖很多的啊，多到我不想抓。结果捕虫大会怎么虫子会这么少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花黑粉，那边有一只虫，我好想抓哦。可是在这个地方抓得到吗？哦，居然可以抓得到！哇，隔着一个栅栏呢，日同罗花金龟，我抓到3只了，太好了！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虫子，虫子哪里？嘿，是我刚才送那个帕提亚捕虫网，他都还没有出来抓虫，我还以为他会出来抓，结果都没有，白送了，白送了。可能今天帕提亚只想要待在家里。那里有一只日同罗花金龟。我要抓到他！哇、哦，跑走了，好可惜哦。这边有没有其他的？没有，没看见。可恶啊！刚才那只就多了一分了，没抓到呢，太可恶了。这边有虫吗？目前没看到。好像这个活动开始的瞬间，那个虫就会突然减少了。很机车，对，要
快快啊！捕虫大会结束，我才抓三只哎。好啊，三只也不错了，三只来回认吧。哇，没想到捕虫大会这么困难，太困难了，好难哦。龙克斯，我喝一口水啊，好渴。讲话讲到口渴。哎，怎么样？有没有跟很多虫子亲密接触？我来回认了，龙克斯。我知道你肚子很饿，今天是要吃虫子大餐是不是？哇，我刚才抓了10只。